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公司非常的猖獗，跟现在呢，警察一直在宣导反诈骗一样。我们结论是尽力辅助街友杜绝诈骗集团，谢谢大家。在手机下载防毒软体。我们的总结是捐钱给弱势团体，并给予基本的生存需求。政府与工作转介、社会转介、三节慰问、爱心餐券。近两年有加入爱心三生跟烤地瓜谋生方案。用避免使用乌克兰的国旗、各国旗颜色、红色和蓝色。这样，请不要